他最后到纽约的时候，最后一个赛季是2300万美元税前工资，那是当时那个赛季他是整个 NBA 就是工资最高的。得到前场球，由三号马布里在左脚投篮球进，好球，这就是马布里，94-94，看来今天的要打到加时赛了。他是美职篮的超级球星，却有一个中国篮球梦。他给我打电话说我做了一个梦，我说你做了什么梦？他说我梦见自己穿着北京队的球衣，然后在北京首钢的球馆的球馆里打球。他说那是很美好的一个梦。北京很像他的家乡纽约，都是一座大城市。他跟北京队签约的第二天，我去到他当时在北京所下榻的酒店，聊的过程之中，他说着说着突然情不自禁流下泪水。他说我在跟北京队的合同上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我想到的是1996年我进入 NBA 联盟，我进入选秀。他说对于我们家族来讲，这是两个同等级别的梦想实现了。原本是志得意满的球星，却遭球队排挤而无球可打，陷入低谷的他把自己的负面情绪都发泄在了互联网上，做了很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疯狂的他对着镜头吃凡士林，24小时直播自己的生活在网络上。看当时 NBA 的所有有关马布里报道都说这个人已经疯了，那时候对于马布里来说确实实在是人生的低谷。记得在马布里宣布他要到中国去打球的时候，美国的媒体是这样说的，马布里到了中国之后他会污染那里的空气，他像一块这个阴云一样将笼罩住中国的篮球。形容他的语汇里没有温良的字眼，中国球迷给了他一个特别的绰号，独狼。2011年年底的首钢篮球中心，北京队迎战中职篮劲旅新疆队。过去的五个赛季里，北京男篮已经连续13次败给对手。比赛临近结束时，新疆队与北京队的比分是97-96。只要把优势再保持28秒，新疆队就将第14次战胜北京队。球迷们呼唤着马布里的名字，很多人都记得他在美职篮时代曾有的辉煌。马布里是第一个全明星这么一个级别的球员来到 CBA 来打球，之前从来没有过。中国球迷对这个大人物太过熟悉，尤其是他那个张扬的外号独狼。既然是英雄登场，人们有理由期待独狼独自力挽狂澜。可是其实独狼这个称号就是不是 NBA 起的，就是中国球迷给他起的。我问马布里说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外号是独狼，他说不知道，在美国没有人这么叫。独狼的绰号原来只是误会，只因马布里因薪金分歧在1999年离开老东家森林狼队而得名。这是独狼这个的开端，就是说他是明尼苏达森林狼的，然后选择单飞了，离开了他的好兄弟加内特。虽然独狼并不独，但是太过霸道，在美职篮打球时他曾不管不顾的中途退场，这让很多人看得瞠目结舌。也没中场休息，离中场休息大概还有1分钟，扬长而去，转身走了。当时尼克斯的这个队友啊、教练啊也傻了。
拿着2000多万的高薪，马布里尚且如此骄横，在薪酬不高的中职篮，他是否愿意在最后的28秒里为北京队全力以赴呢？这是加盟北京队后一个普通的日子，马布里在王府井的住所起床后，习惯性的做些身体练习。他是在看那个天津电视的时候，因为看电视里有那种咱们播北京的城市片，然后播到集锦的时候，有的是这个啊，阳光洒下，树影婆娑，大爷大妈在一块抖着空竹呀，踢着毽子呀，然后在那儿去啊打着太极。马布里说：“哎，这太有意思了，能不能我什么时候也去跟他们一块儿？然后我也去跑跑步啊，我也去这个跟他们一块儿学太极呀。”tattoo artist in America. Yeah. Yep.I love China. All right. 自从加盟北京队，马布里就自称北京小伙，但今天他没法去公园晨练，因为洗漱完毕之后，他要搭乘地铁前往位于北京西五环外的首钢篮球中心参加队里的训练。要。I like taking the subway because it's easy for me. It's faster, it's easier, it's right downstairs from my apartment.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New York as well. 乘坐地铁上班对很多人来说十分容易，可对于语言不通的马布里来说有点麻烦。One of the guys was telling me that it's famous for where they buryOne of the stops where they bury the people at, and then the other place was, what are you saying? 最开始的时候，马布里跟我说，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说我发现说，每天这个时候总是同一拨人。哎，我一上地铁站，一到地铁站上，有同一个姑娘，也在拿着报纸在等地铁。我一进地铁，有长得同样的小伙儿，然后同样的大爷。就是出现在每天固定的位置上，出现在这辆列车里。他觉得说，我就这么一天一天坐着地铁，我就跟他们一样。他觉得这样说，我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这样就真的很好。北京小伙热爱北京的生活，也爱他在北京的工作。在中职篮，外援逃避训练早已不是新闻。但马布里却对训练这样的事儿相当执着。可是马布里基本上不缺训练，不管是赛前的训练、赛间的训练，他基本不缺。真是马布里这个人挺残酷的。What's your relation between you and the main coach? Good. Coach is cool. He's kind of smooth with his ways of how he does things, because you know his preparation towards getting better is conditioning. 马布里和现任教练的关系不错，这让很多了解马布里经历的人感到欣慰。在美职篮的最后几年，正是马布里和主教练托马斯的矛盾断送了他美职篮的梦。他的父亲是在其他纽约的一场比赛的时候是坐在看台上心脏病发作，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当时的主教练知道，但是没有告诉马布里。可是说马布里说，球队没有告诉我，我的主教练没有告诉我，他们在比赛之后才跟我说我的父亲进了医院。他说我没法去再相信这些人，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All of this will be gone. Why?Old man. That's it. 35, February 20th. February 20th, 1977, 35 years old. I can't believe it. I remember when I was 18, it seemed like it was the other day. Oh, man.
man. Georgia Tech catch a log. Them days is over. During the Bankhead bounce, that's over with. Don't say that. Time go. No, no, I ain't talking about dunking. Talked about how fast it went. Damn. 新赛季的比赛即将开始，马布里早约好今天请队友吃饭。虽然主教练并不惹人讨厌，但却不在马布里计划邀请的名单里。时候他就跟大伙说，他说这个明天训完练我请他吃火锅去。跟闵鹿蕾就北京队的主教练也说了，也这个因为在美国，就是我跟教练说一声，是告诉你明天我请队友们去吃海底捞，回头咱们单吃。那第二天呢，后来这个训完练之后呢，这个教练组也满面春风啊，闵指导收拾好早早背好包，然后可高兴出来了。后来说哟，这个算了，回家了。闵指导没有啊，今晚上老马请吃饭。这个马布里在边上听着就说，没请教练。桌上的火锅热气腾腾，马布里和语言不通的教练一起围坐，拿着筷子谈笑风生。这样的场景恐怕马布里在梦里都没出现过。 I mean, I love the culture, so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or me. I was blessed to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I had friends that taught me a lot. You know, I asked a lot of questions because I wanted to know and I wanted to vest myself into the culture, into the life of in China. So I love the people here. I love the country. I mean,今天的训练有点特殊，首钢的领导要在开赛前探班。球队往年的成绩并不尽如人意，今年在马布里加盟之后，管理层一定会有更高的要求。北京首钢是一支积弱已久的球队，过去五年以来他们四次没进季后赛，人家说你是强队心里都不敢信。训练进行到了一半，训练场馆里多出了很多果篮。我呢就建议大伙儿这样啊，一个是宝迪斯，哎，这得翻译好了啊！保第四，尤其是跟他说，保第四，争第三，冲第一。有了想法以后，只要大家团结一致。曾经桀骜的美职篮球星，在中职篮的球场上和队友们站成两排，认真听着领导讲话，在微笑合影。开始，我们有些担心马布里会对此感到不适应。Yes, I am used to it now. I don't know what's being said, but I'm used to being there. Unless someone, like my translator asked me, do you want me to translate this? I was like, no, you don't have to. It's okay. You're right. It was a lot of fruit. It was some big, heavy baskets. 这已经是马布里在中职篮打球的第三个赛季。2010年年初，马布里作为山西队引进的外援，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的他确实有些不适应，刚一露面，当大家看到他的这个脸之后，就开始呼叫马布里的名字，马布里就吃惊，就是在过去的这么一年都是批评，突然之间他从低谷回到了幸福的顶点。但仅仅一个赛季之后，山西队就放弃了这个中职篮最大牌的外援。后来的马布里为福建男篮效力，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梦，或许今天的马布里也不会出现在北京队的训练场上。梦，他说我梦见自己穿着北京队的球衣，然后在北京首钢的球馆里打球。他说，那是很美好的一个梦，因为上个赛季他代表佛山，然后在北京首钢的球馆里打球的时候打得非常好，那个晚上他应该是得到了超过50分。面对着砍下50分的马布里，首钢的球迷非常热情。
马布里刚到北京的时候，训练里就会喊冠军，喊冠军。他的队友们没有任何反应，其实这也容易理解的，喊空话、喊大话的多了，好多外援来了就说我要代表球队获胜，我们要夺冠，见怪不怪。2011年，美国美职篮遭遇停摆风波，越来越多的美职篮一线球星来到中职篮打球，但更多的人开始担心，外国球员在中职篮赛场上刷分，抢走了属于本土球员的成长机会，而马布里的所作所为却博得了中国媒体的好感。一直很喜欢教队里边的年轻球员，所以呢，教练和队友看在眼里边，自然而然心里边就会触动，他就会觉得哟，这跟别的外援真不一样。像一个大哥哥或者像一个老师一样，或者像他的这个经验吧，包括对篮球的理解，我觉得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你得尊重这儿，这儿才能返回头来尊重你。那我想也是一个运动员在经历了人生的这么多波折之后，在中国找到了他的心声。北京队在新赛季取得了几场连胜，这让位于北京西五环外的首钢篮球中心又找回了多年不见的热闹。但今天晚上的比赛不同以往，摆在北京队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看到两个阵容，这个两波的人站在那儿，你就知道新疆的阵容一定是比北京的豪华。新疆在这个赛季夏天的换帅添兵了，他教练组整个都换了。新赛季新疆队引进中国国家队主教练邓华德执教，美职篮状元肯扬马丁以及澳大利亚外援米尔斯，这些实力超强的队员都对北京队有很大威胁。上半场比赛北京队发挥出色，在新疆队迟迟不能找到手感时，北京队已领先十分。北京队单摆足歌的，如果把运动员拿出来是没办法跟新疆区别，但是北京在马布里串联下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集体，每个运动员在这个集体里边都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同时打得很有信心，所以北京队一开场是投篮命中率极高。下半场开始后，北京队一度将比分差距扩大到21分。深感谢三号马布里51号击破的金牌标签。但在马布里下场的间隙，新疆队却接连打出进攻的狂潮。不一样，那出来是他们的事儿，你不能把你放这儿，篮下没有放篮了。小川非常好，小川哥非常好，该延误延误，但是我们把这换人。北京男篮对阵新疆男篮，拥有罕见的13连败的战绩，这既是两队技术上的差距，也夹杂着心理上的障碍。那场比赛一下马布里一下去呢，就北京队就群龙无首。明伟后来赛后也说，如果马布里要在，哪怕都在场上溜达，可能运动员心里边也觉得有底。最后的28秒，新疆队将比分反超为97-96。马布里临危受命，再度上场。北京队虽然落后，队员们却又找回了赢的信心。北京队的队长陈磊打完比赛之后给我发短信啊，剩5-6分钟，赢个4-5分。这哥以前啊就觉得自己赢不了，赢原话叫不敢赢这球。现在觉得我有老马在后边镇着，我们这个队不会出现我莫名其妙的丢球啊。最后时刻，队长陈磊依靠罚球将比分反超2分，马布里和队友们再也没有给新疆队反超的机会。
在赛场上，马布里是中国篮球的焦点，而在球场下，马布里还是北京这个城市的话题。我的啊，上来的。I would look at myself as a child growing in China, and my life here. I think that being a part of the culture has definitely allowed me to feel something totally different I want in my life. So by me having that understanding, it allows me to be able to see the life totally different here. 可能年轻的时候人都会有这样的变化，在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对如何能够获胜的理解都不一样。因为马布里常常在球场上成全队友，球迷们在网络上给他起了新的绰号，叫马指导、马政委、马球恩。他在 NBA， 马布里在 NBA， 在美国的生活，最后他也是吃了亏了，在中国找到了他的心声，啊，那他也是活到一个境界了，我觉得，就是他也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去面对我周遭的这些人，这个世界。马布里很喜欢北京，他说北京和他的家乡纽约很像。然后在签约之后，他说我再回想说我当时做的那个梦，就觉得说人生真的是奇特，无巧不成书，有的梦想是真的可以实现的。一个黄河岸边的农民如何成就他的财富梦想？该去的你要去，不该去的你绝对不能去。被历史尘封的古镇如今成为他取之不尽的聚宝盆。我就感到这是一部好棋呀。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在尊严与财富之间，他将何去何从？